如果我话你知呢两张相入边得一张系真嘅，你分唔分到？你仲信有图有真相？呢啲图唔止真，仲要系一步生成，唔使 InPaint 修复，唔使 Photoshop， 作为真人图片生成天花板，威力去到边度？你想唔想都可以将到咁高质素嘅图？大家好，欢迎收睇 Anita， 我系 Anita。Black Forest Labs 喺两个星期前就推出咗 Flux 1。一出嘅时候，大家已经系癫咗噶啦，因为喺呢个未有 community support， 咩 LoRa 啊、ControlNet 啊，乜都未有嘅时候，佢嘅效果已经系好得。尤其系冇几耐之前 ，Stable Diffusion 先推出咗 version 3， 大家都觉得 Stable Diffusion 3未如理想。相反 ，Flux 嘅第一个 version 就已经咁突出，好多人都用类似 SD 已死呢类嘅字眼去形容呢件事。事隔两星期，而家 Flux 已经多咗啲 LoRa。自己 train LoRa 亦都唔难，而 ControlNet 嘅初版即系 Canny 亦都出咗嚟啦。不过都系未有 IP adapter， 所以如果要将自己嘅样，暂时嘅方法都只有 train LoRa。我用咗15张相 ，train 咗两个钟，结果系 amazing。今日我除咗讲下 Flux 嘅 background， 教大家点样去 train 个 LoRa 之外，仲会教大家点样简单暴力咁将你嘅 prompt 由咁样变成咁样。咁我哋即刻开始啦！Flux 是由 Black Forest Labs 整出嚟嘅。Black Forest Labs 简单嚟讲，佢哋嘅核心成员就系最开头开发 Stable Diffusion Model Stability AI 嘅几个 co-founder， 所以佢哋会再出得 Image Generation Model， 正常都会系可以打败昨天的我咁嘅质素先会拎出嚟嘅。而 Flux 嘅质素冇令人失望之余，其实都达到咗惊艳嘅程度。首先 ，Stable Diffusion 出极话有改进嘅手同手指，佢系真系做得到嘅。虽然唔系 100% 每一张啲手同手指都系正常，但 Stable Diffusion 系10张入面有7张唔得，佢就系10张入面有1张唔得，而唔得嘅亦都冇 Stable Diffusion 咁离谱。其实 DALL-E 3嘅手同手指都唔差噶，不过由于 OpenAI 唔知点解突然间咁关心道德问题，所以 DALL-E 3将出嚟嘅真人系一啲都唔真。所以大家而家都同意 Flux 绝对系真人风格生成嘅天花板，当然动漫同 3D 风格都难唔到佢啦。Flux 暂时有三个 version， Pro、Dev 同 Snell。 Pro 系最劲，只可以用 API 去 gen 嘅， Dev 同 Snell 都可以喺自己部机度 gen， Dev 效果好啲， Snell 就 gen 得快啲。而三个 version 入面只有 Snell 系可以 commercial use 嘅咋。简单介绍完 Flux， 咁就要进入 training 嘅教学啦。咁首先要 train 就一定要有 data， 讲下点准备你嘅 data 先。同 train SD 一样，你大概要准备15张相，我会建议最少10张，最多20张。如果你觉得个样最重要，身形冇咩特别地方系 prompt 唔到嘅，可以好似我咁，15张都系大头或者半身。如果你需要全身嘅话，就俾一至两张就够噶啦。如果唔系嘅，就到个样唔似噶啦。同上次一样，要清晰嘅，唔好太光太暗。最好可以有唔同角度、环境、光源。而同上次唔同嘅系，今次系唔使 crop、唔使 resize 嘅，成张俾佢得噶啦。之后你要为呢个人物起个名，作为你嘅 trigger word， 要系一个唔存在嘅字，例如 Anita， 甚至系一堆冇意思嘅字都可以嘅。不过由于之后你每次张图都要落呢个字落个 prompt 度，最好就系作个你记到噶啦。决定咗个 trigger word 之后，就要落 prompt 啦。Create 一个同张相同名嘅 .txt file。然后形容张相，最简单可以就咁落 a photo of an idea。如果想效果好啲，就再加啲形容俾佢，例如系 a photo of an idea with long brown hair looking at the camera smiling， 或者 a photo of an idea with long brown hair standing next to a sunflower looking at the camera smiling。每一张相都做一次，搞掂之后就可以开始 train 啦。我哋会用 AI Toolkit 呢个 repo 去做 training 嘅。首先 Mac 就唔使谂啦，而佢嘅 guideline 系话部机最少都要有24GB VRAM。如果你得部 Mac 或者部机唔够劲嘅话，就租机啦。我就用 RunPod 嘅 A40 train 嘅。另外，如果你系用 RunPod 呢类机，记住斜，即系个 port volume 嗰个 mount 要俾大啲佢，最好有50GB 啦，因为 Flux 个 model 都几大噶。首先第一步，根据你系 Linux 定 Windows。行晒佢呢几行 command， 两边其实做嘅嘢都系 clone 个 repo 落嚟，整个 virtual environment， 然后 pip install 啲 library 咁啦。之后要去翻 Flux Dev 个 Hugging Face 嗰度 log in 或者 create 一个 account 啦 ，accept 咗个 model 嘅 agreement， 而
然后在 Hugging Face 度 create 一条 Read Key。咁首先就揿自己个头像啦，再揿 Settings， 左边度揾 Access Tokens， 揿 Create New Token， 揿 Read， 俾个名佢，然后再揿 Create， 咁就会得到条 Read Key 啦。翻去 AI Toolkit 度 create 一个叫 .env 嘅 file， 入面系一句大街 hf_token 等于，然后你头先嗰条 read key， 之后 copy config examples train lora flux 24gig.yaml 呢个 file 去 config 个 folder 度，中意清晰啲可以改翻个 file 名。之后就要改呢个 copy 出嚟嘅 file 啦。首先要改 name 呢行，呢、这个会系你个 lora 嘅 file 名，我就会咁样改嘅。之后如果你要指定佢用边粒 GPU， 就喺 device 呢行度 set， 唔系嘅可以唔使喐佢。之后我哋会 train 2000个 steps， 你唔改嘅话，佢会 keep 最后4个 save。如果你想留晒咁多个 save，max step save to keep 就改做8。呢度每个 save 大概100几 MB 啦，唔算好大，所以我觉得可以 keep 晒佢嘅。之后真系冇用先再 delete 咯。之后 dataset 嘅 folder path 改翻做你 dataset 嘅 folder， 一边用你 prompts 呢度嚟将啲 sample 出嚟，所以呢度要改晒啲 prompt 做 a photo of an idea。如果你想看 sample 嘅，呢度就落多几个唔同嘅 prompt 啦。如果唔想搞咁多嘢嘅，就净系一个 a photo of an idea， 啊唔系，系你个 trigger word， 就咁一个最简单嘅就已经可以啦。改好之后就可以行 python 隔一格 run.py 隔一格 config 斜，然后你头先 copy 出嚟嗰个 yaml file， 我用部 A40 就 train 咗大约2个钟啦。完成之后喺 output 个 folder 会见到你个 lora 嘅 folder。入面的所有 .save tensors 就是你的 Lora 和它中间的 save 了。 train 完就可以 gen 了。 如果你不想付钱就用 comfy UI 啦。 想用钱解决的可以用 replicate。 replicate 的 training 和 gen 图的 link 我都放在说明栏上，后面我也会再讲多一点。我就用了这个 comfy UI workflow 去做个底的。由于我是用 FP8 的 flux dev version，所以我就要将呢三个 node 换成一个 load checkpoint。咁如果你唔系用 FP8， 即系佢会叫你将个 model 放落 unit 个 folder 度，而唔系 checkpoint 个 folder 度嗰只。咁你就要跟下面呢度 download 埋 clip 同 VAE 啦。嗰度应该总共多三个 file。之后呢度改翻做你想要嘅 resolution。由于 flux 适合嘅 resolution 而家仲未有好明确嘅指引，加上 VRAM 会影响质素。用咩 resolution 最好就要自己试出嚟啦。之后呢度揀返个 Lora， 最后就係呢度改埋个 prompt， 就可以揿 Q prompt 去 gen 啦。咁如果你觉得寫一个好嘅 prompt 去 gen 图有难度，又或者你懒得去寫啲细节，我哋可以用任何一个 LLM 去做 prompt optimizer。咁我就係货咗金俾 GPT 啦，所以我会用 GPT 嘅。我就寫咗个 agent 去做呢件事，方便我随时要 gen。如果你有俾钱 Claude， 可以用佢个 project。我个 system prompt 系咁嘅，重点系要强调佢个 subject 系 an idea， 个 goal 系要 refine user prompts to ensure that images have higher contrast, more brilliant colors 等等啦。仲要 ensure an idea is always the main focus of the image with her face visible。其余嘅大家可以抄嘅。呢段 system prompt 嘅 link 我都放咗喺说明栏度，大家自己改翻 an idea 做你嘅 trigger word 啦。之后到我想 gen 图嘅时候，可以同佢讲 an idea sitting in a cafe， 咁佢已经可以俾到一个效果几好嘅 prompt 我噶啦。当然我都可以自己再改个 prompt 啦，或者一开始嘅时候就俾多啲要求佢。咁如果你用唔到 GPT 同 Claude， 或者冇俾钱嘅，其实用 POE 都可以噶，可以用 POE bot 嘅功能，甚至系每次都 paste 呢段 prompt 落去你嘅 prompt 嘅最开头，一样可以做到呢个效果。我哋嚟睇下啲效果先。An idea in Tokyo street. An idea in Kyoto wearing kimono. An idea as a Korean pop star. An idea as a witch. An idea in a sunflower field. An idea working as an office lady. An idea winning in the Olympic Games. An idea in a park.An idea as a superhero. An idea as a Disney princess. 如果你最后都是想用钱解决的，可以去 Replica 这里。首先你要 log in 了先啦，去 train 这里。之后下面就是 create training 啦。
咁将你嘅 dataset zip 咗做一个 zip file， 然之后 upload 喺呢一度。Model name 唔使喐佢 ，HF token 就系头先我哋喺 Hugging Face 度 create 嗰条 read key。Steps 呢度我会建议改做 2000。Learning rate 唔使喐 ，batch size 唔使喐 ，resolution 唔使喐，大部分嘅都唔使喐，唯独是呢一度要加多一个你自己嘅 repo ID。repo ID 系攞嚟做咩嘅呢？就系佢呢度 train 完之后嘅 Laura 嘅 file， 佢系唔会直接俾你 download 嘅，而系佢会 upload 上去你嘅 Hugging Face 嗰度。所以首先你就要去 Hugging Face 嗰度 create 翻一个 repo， 然后将嗰个 repo ID 入落呢一度。至于 inference， 我哋会用呢一个 fluxdb Laura， look 落去系个 prompt， 之后系个 aspect ratio， 即系要正方形、打横定打洞咁样啦。每次佢最多可以将四张。但我会建议大家逐张逐张嚟，方便改个 prompt。其他嘅嘢如果你唔识，可以唔使理佢。到最后就系 HF Laura， 呢一度就系你头先 train 嘅时候嗰个 repo ID， 记住 set 翻你个 repo 做 public 喎。如果唔系呢度攞唔到你个 Laura 噶，咁佢呢度已经可以帮你 gen 到张图噶啦。咁由于我唔想俾咁贵去解决问题，咁所以我呢度就唔做示范啦。我在以前已经试过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将自己的样子，有些效果不好的我连介绍都不介绍，而这次的结果真的很惊艳，有些真到我自己都吓亲，觉得有点过分了。而我觉得最厉害的位置是现在的 Flux 只是刚刚开始，迟些它再有改进或者多些配套，我不敢想象以后还可不可以相信相咯。如果你问我是不是 SD 已死，我自己就有少少感觉，觉得现在似玩完 D3再玩 POE 咁样嘅感觉，而事实就证明咗 Diablo 系唔会咁易死嘅，仲可以有新 version 出，亦都仲有一班 fans 系偏向佢多过 POE 嘅。咁不过游戏同工具又好唔同嘅 ，Diablo 仲有佢嘅价值，唔代表 Stable Diffusion 一样会有，只系呢一年入边啲嘢变得实在太快啦，我唔敢咁随便下定论。我哋就一齐嚟期待下 Flux 之后仲会有咩作为啦。好啦，今日就系咁多，记住俾个 like 我。有咩意见喺下面留言话我知，未 subscribe 嘅就快啲 subscribe 啦。另外，如果你未睇 AI 我个样第一集同第二集，而家就揿呢度同埋呢度睇埋佢啦。咁我哋下次见啦，拜拜。